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新的一节课。然后我今天那个群里公布的那个课搞错了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叫 model selection and regularization。OK，其实呢还是基于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和 logistic regression，只是里面有很多这个细节我们还没有说的要打磨的这个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metric，就是你怎么判断一个 model 好还是坏，对吧？这里面呢有很多这种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我们跟往常一样，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上节课的作业，对吧？在这里，我们呢有三道题，前面两道题呢就是数学的，对吧？然后是让大家去证明一下，这个公式，对吧？这个很简单。这个是 sigma 的 function，我说了，就是大家应该随时能够写出来，对吧？然后呢，如果你对这个 z 求一个一阶导数的话，你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下。我今天只我应该是只收到2份2份半作业吧，就是上课的来3位，其他几位我已经都很多时候见不到人了，如果你一步步去做了，其实这还挺简单的，对吧？你就用这个嵌入，对吧？然后也用到了那个 miss 方，就是一个东西的负一次方，它导出就是把负一移下来，然后变成负二，对吧？所以呢，这个二就是这么来的。然后你把它带进去，然后你发现刚好，就是如果写成 z 的形式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呢，你也可以写成这个 gz 的形式，那就是一减 gz 乘以 gz，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性质，对吧？大家如果做第二题，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让大家去证明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第二题呢，就是这个题目在这里没写啊，就是我们那个 j，我们那个 j 长成什么样子去了？我看有没有地方能找到，应该是在这里某个地方吧。对，这是 j 对吧？这对于所有 sample 的 j，对不对？对一个 sample 呢，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好。然后呢，我是让大家求一下这个 j 对这个theta j 这个一阶导数，然后也把二阶导数求出来，然后发现这个二阶导数呢，永远都是大于零的，所以呢，它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就是在任何地方，求一阶导数呢，就是 partial j 到 partial theta j 对吧？但是呢，你看到这个 j 和 theta j 呢，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首先呢，j 呢是通过这个 y hat。就是这个 predict value 来传递的，对吧？然后 y hat 呢就跟 z 有关系，然后 z 呢才是跟这个 theta j 有关系，对吧？所以呢，你要先把 partial j partial y hat 给算出来，对吧？partial j partial y hat 就是这个 y hat，就上面这个 y hat，对吧？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对 log 求一下一阶导数，对吧？我们说过 log 的一阶导数呢就是一除以 y hat，对吧？所以呢，这里呢求的就是负 y 除以 y hat，对吧？同理还另外一部分呢也是除以这个本身就行了，对吧？只是后面还有个负号，因为这个 y hat 前面是个负号。然后呢，你要求这个 y hat 到 z 的偏导，对吧？这不就是我们上次就第一题做的这个东西吗？那不就等于这个一减 g 乘以 g，对吧？那就是 y hat 乘以一减 y hat。之所以这里写成 y hat 的形式，而不是写成 z 的形式，大家一看这就明白了，因为这里分母呢有这个 y hat 一减 y hat，这里又乘以这个东西，它所以很多最后很多东西就消掉了其实。然后 z 对 theta j 求偏导，那很简单，因为它是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对吧？所以呢，我们找到这个 theta j 前面这个系数，那就是 xj，对吧？这个都能做出来之后呢，那就非常 straightforward，对吧？你把这个里面稍微调整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还是乘以这堆东西，然后呢，你把这 y hat 乘以一减 y hat 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变成负 y 一减 y hat 加上 y hat 乘一减 y hat 一减 y，对吧？乘以 xj，对吧？然后你又把它打开，然后你就发现有两项就消掉了，最后呢就变成 y hat 减去 y 乘以 xj，对吧？就很简单的一个形式，对吧？而且这个形式我们好像就像似乎在以前讲 gradient descent 的时候已经见过，对吧？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见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你看非常简单，对吧？虽然看起来这里很复杂，直到最后就结果挺简单，就是EJ derivative 对吧？First derivative，但是如果你要证明这个，它是 convex function 的话，我们要用到这个 second derivative 对吧？Second derivative 很简单，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对这个 theta j 再求一个偏导，对吧？然后这个里面跟 theta j 有关系的只有这个 y hat 对吧？所以呢，我们呢只把 xj 保留在这里，对吧？然后 y hat 出一个对 theta j 求偏导就行了，对吧？然后呢，这里呢也是要传导，对吧？因为我们刚算了这个，其实就是 y hat 对 theta j 求偏导，其实就等于 y hat 对 z 求偏导，那 z 呢再对 theta j 求偏导，对吧？然后这一部分不就是我们刚刚算的这一部分嘛，对吧？所以呢，我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 y hat 乘以一减 y hat。再乘以 xj 的平方，对吧？就非常机缘巧合，对吧？因为这是概率嘛，都是零到一之间的，所以呢，这都是大于零的，这也是大于零的，xj 的平方也是大于零的，对吧？所有地方都大于零的，所以呢，这个 second derivative 是大于零的，对吧？所以 j 呢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虽然我们这个 cos function 看起来有点复杂，对吧？但是我们经过这么一演算的话，你就发现它是一个有个非常好的性质，就是它是 convex 的其实就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 logistic regression 的 cos function，然后其实这很多很复杂的，比如说你大家以后有机会你学到什么 neural network，怎么学到什么 SVM，对吧？学到什么这个叫 recommender system。你可能自己 design 一个 cost function，就是做一些什么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他们这种东西，然后呢，你要自己 design 一个 J，然后呢，大部分情况，至少我见过的基本上所有情况，都是需要这个 J 呢是成为一个 convex function 的，我这里呢，我们呢就 linear regression 很容易证明，对吧？logistic regression 呢，我们也用这个作业来给大家证明了这一点。这个 convex function 呢，它的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这个性质，对吧？因为它没有 local minimum，它只有一个 global minimum，对吧？所以呢，你用这个数值的算法去做的话，就很容易能够找到最佳的 optimal solution，对吧？而不是 stuck in local minimum，这是在做数值方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这是 Q1，Q2 的话，其实有点像一个 brain teaser 了，就是说。稍微考一考大家对这个对数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讲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时候，尤其是我后来讲这个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对吧？我在证明这个 maximum likelihood 的这些公式跟我们之前用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其实是等价的这个东西，然后就用了一大堆这个 log 的这个性质，对吧？这 log，大家也是高中学过的，对吧？所以到现在还用得到了，对吧？如果你不做 machine learning，你想想，你做其他专业，你怎么有一天可能会用到 log 这个东西，对吧？这基本上，哦，如果你学金融的话，什么这种，就是什么 continuous compounding，什么这种地方还会用到一点点，那的确是那里会用到一点，其他地方基本上就很难会跟这个打交道，对吧？这里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log 呢，就是能够把乘法变成加法，对吧？然后呢，log 的 a 的 n 次方呢是等于 n 的 log a。我们这里呢，就是我是想让大家算一下这个88的99次方是一个多少位数，对吧？其实很简单呢，就是你对log 这个 base 等于10取一个 log 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是个两位数，那就是10到99的数，对吧？10到100之间的数吧，那10的取 log 就是为一，对吧？100呢就是为2，所以呢，如果是一个两位数的话，它取 log 10的话。那就会变成一点几，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任何一个数，不管它有多大了，就是说，你都取个 log 10就行了，对吧？然后你算出这个数呢，那就是它的 ceiling，对吧？就是，不是4舍5入，对吧？就是不管后面小数点后面是多少，你都要加个一，对吧？这就是能找到这个巨大的这个数它的这个位数，对吧？我们这里呢，就是对10取底就行了，对吧？去求一下 log。这样的话，你可以把99放下来，对吧？变成99乘以 log 是88，对吧？这个数呢，你就可以用计算器去算一下，对吧？然后发现是192.5，大概是这么多。所以呢，我们知道，就这个巨大的这个数啊，
193位，93个digit 啊，是这个意思。好，这是我们上节课布置作业的一部分，对吧？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让大家写这个 code 啊。我看一下，我只收到两份大家写的这个作业了，两份半吧，然后都写，就是大家写完，就是军情和包美同学写完了，然后他们都做的还挺不错，啊，我们呢现在就跟大家一起过一下，就是这个 logic regression，这个这个 notebook 啊，这个作业对吧？一开始呢，你看我们就read 一个这样的一个 CSV 对吧？你看这里虽然是 txt 文件，其实是一个 txt 对吧？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read CSV。这个 function 对吧？所以呢，大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其实，但是呢，我们要给定一个 separation，就是我们是以逗号隔开的，对吧？就是一个逗号呢，就是代表不同的这个 column。然后呢，我们也没有这个 header，大家可以把这个文件打开看一看就行了。就是，很多时候就大家写作业了，你也要学会在这个里面能够学到很多这个东西，对吧？先 no 吧。啊，你看我们这个 ex2 data2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对吧？你看它每一个 row 就是用逗号隔开的，对吧？然后呢，它前面没有一个 header 或者 schema 什么东西，对吧？然后每一行有三个数，对吧？前面两个数呢就是两个 feature，对吧？然后后面就是一或者零，对吧？应该，但是呢，你看前面都是为一的，好像是后面都是为零的，对。所以呢，它这个数据其实就有一点点 pattern 了，对吧？就是所有是一的都在前面，所有是零的都在后面。所以呢，大家有时候你要去做一些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就得小心这个事情，对吧？因为你比如说你就取前10个，你看，哦，原来他们都是唯一，所以你认为他们都是唯一吗？它不是这样子，对吧？所以呢，你要取个 sample，对吧？有时候，这个数据本身它就是有一些 order 的，对吧？所以大家也考虑这些东西，也就是跟time series 比如说相关的，对吧？比如说每天的股价，对吧？那就是从之前的一个日期到现在就一天一天来的，所以大家注意这些东西，OK？你看这个 txt 呢，也可以用我们这个read CSV 来读，对吧？读进来之后，你看这个 head 等于 none，对吧？然后我们给定它的 columns 呢，名字叫 ex1、ex2 和 admitted，对吧？然后呢，你看有100行，有3列，对吧？然后随机取5个呢，就是这个样子。OK。这难道不是一个数据吗？我看一下啊。Logistic regression。哎，我好像不是，这不是同一个数据，这个是还是那个考试分数的这个数据，对吧？所以我刚才打开的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数据，我打开的应该是，对，ex2 data one 这个数据，对吧？但是呢，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啊。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xt 文档啊，大家可以下一个这个软件叫 Notepad++，就是你可能自带的这个 Notepad，但是呢，它就是如果你打开1兆以上的这个文件，它就非常吃力。但是 Notepad++ 呢，就一下可以打开很多，而且呢，就它你可以打开很多 tab，就是功能更加强大一点。就是这个啊，我们还是用这个数据对吧？这是两个考试的分数，然后呢，第三个 column 呢，就是代表它有没有被一个学校录取对吧？一呢就代表被录取，零呢就代表不录取对吧？然后第一题。我现在做一个图，就 visualize 一下这个 data 它的大概是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呢，你看这里一个轴呢就是一门考试成绩，对吧？一个轴呢是另外考试的这个成绩，所以大家如果是做图的话，其实就是行业，我不能说行业有个标准吧，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公认有个标准，就是说，别人就是只看你这个图也知道。能够，你这个图说明什么，对吧？比如说王金群同学写的这个图，他根本就不，我们就根本不知道 x 多少，y 是多少，对吧？到底这是 ex1 呢，还是 ex2，对吧？然后呢，这个红点和绿点分别代表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个图给 save 了，
或者你以后放在你的 PPT 里面去，这个图是不行的，其实是对吧？这个图呢就只是给自己展示看几秒钟，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大家就平时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你面试啊，什么公司让你做一个 project 啊，然后过几天交啊，什么这种，如果你养成就稍微没注意这些点的话，这些细节就就会被注意到。说实话，因为一个图嘛，那总归至少 x 跟 y 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点不同颜色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觉得这个最起码还是应该是应该要有的，对吧？不管你做。先别说这个图有多么精美或者怎么样吧，对吧？或者做成 Tableau 那样子，这些基本的这个要素还是要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些，就平时养成这个习惯，然后我呢，我是让大家去写了一个 function 叫 plot data，对吧？然后呢，有这个，这个是做了一个 scatter plot，对吧？然后呢，一个是ex1，一个是 ex2，所以呢，这个是 ex1，这是 ex2，对吧？然后有个 color，对吧？然后 color 呢，它是用这个 admitted 做了一个 apply，对吧？然后如果是零呢，就 apply 成为 red，对吧？就是没有被录取，对吧？如果是一呢，其实就被 apply 成为这个green，对吧？这样是可以的了。我们之前想一下，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坐标的话，那你可能要另起一行，然后再写些什么东西了，对吧？其实除了这个 matplotlib，可以大家可以做图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很常用的叫seaborn，对吧？然后呢，这个 seaborn 呢，其实它也不是另起炉灶，它也是基于 matplotlib，但是 matplotlib 呢，就是它特别原始，它是从 matlab 来的，就是说，任何细节你都得去 specify，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里做的图，你既没有 x label，也没有 y label，对吧？也没有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也没有 legend，对吧？也没有 title，但是呢，这个 seaborn 呢，就是，但如果你要把这种写下来，那可能有五六行了，对吧？就挺麻烦的。你看，而且你这个 color，你看这里就不是一个非常 clean 的一个东西，对吧？你像我们这里呢，就只有两个 category，你就这样搞一下也还好吧。但是你想想，你如果要是有五个 category，然后五个 category 都是不同的颜色，你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就可能建一个新的 column，专门存一下这个 color，对吧？然后那里面呢，你又得去写一个 custom function 啊，什么的，就很麻烦，对吧？如果你是 seaborn 的话，你看看，虽然我自己也用的比较少了，seaborn，我看看这个 seaborn 怎么做 scatter plot，scatter plot，对吧？它这就有，对吧？也是点 scatter plot 对吧？我看它的然后 data 就 seaborn 点 scatter plot data 等于啥？y 等于多少？y x 等于多少？y 等于多少？而且它很有用的一点就是有个 hue 这个东西，你看 hue 就是说你给定一个 categorical column，比如说这里是 lunch 或者 dinner 对吧？它呢就自动的就给你打印不同的颜色了对吧？你就不用生成一个新的 column 对吧？哪怕这里有十个 category，它也能够生成十个不同的这个东西，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嘛，我们就把这个抄过去吧。而且你看见吗？它的这个 x label 和 y label 就直接给我们了，把它抄过去吧。看看我们直接做一下这个东西，是吧？s 我们这个 data 呢，就是这个 data 对吧？其实就是 data，x 呢就是 ex1 吧，是吧？y 呢就是这个 ex2，hue 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东西。hue 就是说，每个不同的点呢，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其实，然后这个颜色是哪来呢？我们就是希望从这个 admitted，这个里面来，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样做个图，got multiple values for argument x 这是啥？是因为我这个 data 等于。这样子要这样子写吗？难道？还是有问题。我看看这个是 data 等于 tips，x 等于这么多，y 等于这么多，hue 等于 time。OK，我可能是，不应该写这个东西。看这样子行不行？
啊，现在可以了，对吧？你看我们这样一行写下来，就能够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个条件，对吧？它至少有这个 label EX1 EX2，它就自动给我们生成了，对吧？然后这个图例它也自动给我们生成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橘红色是一，对吧？这个蓝色是零，对吧？虽然我们没有说，告诉它一定要是什么颜色，它就自动帮我们选定了一个颜色，对吧？所以呢，它就非常，省的，就是很省心，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 Seaborn 嘛，就是，比 Matplotlib 呢，就是，更加容易，其实，然后呢，你可以少写很多代码，但是呢，也还能做出一个不错的图。Matplotlib 呢，就是非常精确，你任何事情呢都得自己来，就是。好，这是第一题，这是一个小的细节了。第二题就是让大家写下这个 sigma function，对吧？那就是一除以一加一的负 z 次方，对吧？那是一除以，你看这一般这种操作符左右你最好都空格，对吧？你看看，我们整个这个 notebook 这么长，是不是？你不空格的话，你就写的这个前挤在这里大概四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对吧？其实你的后面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这个位置，都是从来就不用到，对吧？所以呢，不用白不用，对吧？你把它上开一点点，对吧？这个是个，好的一个 practice，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 sigma 的 zero 是0.5，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一个负的值呢，就是比0.5要小；如果是正的值呢，就比0.5要大，对吧？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图，对吧？这个如果你做一个图呢，就长成这个样子，对吧？你看 x 呢，就是从负20到20，对吧？然后 y 呢，就是每个它的这个 sigma 的这个值，对吧？然后你去 plot 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个，这个是 ax h，对吧？这个叫 axis 就是轴嘛，对吧？h 就是 horizontal，对吧？就是水平，我们做了一条水平的线，对吧？然后这个线是0.5，然后 color 等于 red，对吧？就这条线，就是说在这条线上面，我们认为这个，比如说是零或者一的，这概率是一样的，都是等于0.5，这样子。这是这个，接下来呢，我看看我们这里做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做了，我们是想把这个 regularization 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给写出来，对吧？怎么写出来呢？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我做的还是玩具熊做的了，但是呢，这都可以，就是我们首先建立一个 constant 的这个 column，对吧？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 intercept，这个我们说过多次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把这个 x y 都找出来，对吧？你看我们这个 x 呢是 NumPy matrix，然后这个 matrix 从哪来呢？是从这个 constant EX1 EX2 这么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 feature matrix，对吧？我们说过好多次，这个叫 feature matrix，它有 m 行有 n 列，对吧？我们这里的话，n 呢是等于3，m 呢是等于100，好像是，对吧？然后我们这个 y 呢也转化一个 matrix，虽然我们这个 y 是一个 vector，是吧？它是一个一维的一个结构，但是呢，我们这里也把它转化为这个一个 matrix 会比较好。然后这里这个 theta 呢，就是一个初始的一个，就是你任意。因为我们这个 theta 呢，其实它有三个值，对吧？有这个 intercept，也就是对应的这个 constant 这个系数，也有 EX1 的 coefficient，也有 EX2 的这个 coefficient，所以呢，其实是有三个值。我们这里呢，就是用了这个随便选的这三个值，对吧？大家如果去看我这里做，它这里做了一个 transpose，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shape，这个很重要。你看，你 plot print 一下这个 x 点 shape。我都不知道这个 matrix 有没有这个东西哦，它是有这个 shape，对，然后 y 的 shape，对吧？然后这个 theta 的 shape，都看一看，对吧？你看，一个是100乘以3，对吧？一个是100乘以1，对吧？因为这是个 matrix 嘛，所以它就是乘一的。然后这个如果你没做 transpose 的话，那应该就是它就是一乘以3，对吧？所以这里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有时候矩阵相乘的时候，我们说过是一个是 m 乘以 n，另外一个是 n 乘以 p，然后呢，它就会生成一个 m 乘以 p 的一个矩阵，对吧？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 x 跟 theta 相乘的话，在我们此时此刻它就没法相乘，对吧？因为 x 是100乘以3的，对吧？那 theta 呢最好是一个3乘以1的，对吧？而不是1乘以3的。那我们怎么把它变成这个3乘以1的一个矩阵呢？我们就一个 transpose 型的，对吧？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x 跟 theta 相乘，对吧？其实你都可以试一下，对吧 ？x 乘以 theta 看行不行，对吧？对啊，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做的，对吧？如果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它的 shape 是什么样的，我们考一位同学吧。我如果我在这里写个点 shape， 应该是一个什么答案啊？点个人问一下吧。我们要不宋一文你回答一下。有时候不太知道，你不太知道，那我们换一个吧。赵晨曦，你看你知道吗？我们这个 x 呢是100乘以3的，对吧？ theta 呢是3乘以1的。如果是 x 乘以 theta， 就是做一个矩阵的乘法嘛，对吧？那这个结果的它的这个 shape 是多少呢？赵晨曦，你听得到吗？他听不到没关系。顺同学要不要说一说？应该是100乘以1。对，就是100乘以1嘛，对吧？这就是，而且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预测值嘛。我们也100个数据点嘛，然后我们就有100个数据值。当然我们可以预测，我们看一下是不是100乘以1，对吧？它就是100乘以1。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背后的一些东西都搞清楚的话，写 code 其实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事情。你都知道它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对吧？你就有个预期，而不是感觉是，这个瞎猫抓死耗子一样，就是瞎碰那种感觉是，因为有些人写课，我在那后面看过，就感觉是瞎碰乱搞这种感觉是，他自己也没底，这个东西到底是能不能 work， 对吧？好，这个呢是我们就把这个 theta， x y 都定义好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算一下这个 computer cost， 对吧？这个 cost， 就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 PDF， 那就是 regression， 它的 cost function 是这样子写的，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括号里面，求个平均值，然后括号里面呢就是 y log y hat。加上一减 y 乘以 log 一减 y hat，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里的 y 呀、然后 y hat 呀、其实都已经被向量化了，其实都不矩阵化了，其实是对吧？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你看，m 呢是 x 点 shape， 这就是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个了，对吧？然后呢 ，z 呢是 sigma 这个 x 乘以 theta， 对吧？所以呢，这个 z 呢，就是我们这个预测值，其实是就是 y hat， 这里这个，这里是，哎，这是军情写的还是我写的？其实大家最好不要用这个写 z， 因为 z 呢，我们一般是认为是 sigma 的这个 x， 就是 x 乘以 theta， 我们就认为是，等一下，是 z 对吧？我看看我之前是怎么写的，就是大家有我们一般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这样的 convention， 等于是。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convention 给乱来。我看看应该在哪里写的。对，你看我这里是这样写的 ，z 呢是这个 theta 和 x 的线性叠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x 乘以 theta。然后呢 ，y hat 呢才是这个 sigma z， 对吧？因为这里可能还不是特别复杂，所以呢你还能搞清楚，但是。如果有时候复杂了一点点，然后或者别人读你的 code， 这也是非常痛苦的，对吧？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是叫永杰，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应该，就换了一个名字，对吧？大家就搞混了，有时候就会，如果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其实我们这是我们这个 y hat， 对吧？你可以写个 y hat， 比如说这个 y hat 就是我们这个预测值，其实就是等于 sigma 的这个 x 乘以 theta， 对吧？非常干净利落，对吧？然后呢，这个 j 呢？是等于负一除以 m， 对吧？然后，这个 x 点 t， y 点 t， 这里就得搞清楚了，就是
这就要求大家对这个对这个举证的怎么说呢？乘法对吧？这里要搞得很清楚。你看这个 y 其实是有100个 y 值对吧？然后这个 y hat 呢也有100个，你做 log 之后它也是有100个对吧？然后他们俩两两相乘之后呢，我们要做个矩阵的乘法，所以呢，我们这个 y 呢本来是100乘1的，我们现在变成1乘100，所以呢，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做个 transpose 这个原因 ，OK？ 然后呢，再乘一个 log 一减 y hat， 就 log y hat 对吧？就是 y hat， 这个 y 是小写。同理呢，这个就是一减去 y 对吧？但是我们要加个 transpose，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乘法对吧？然后这 np log 一减 y hat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 j 对吧？这是我们这个 cut function。然后呢，我是让大家呢也写一下这个 gradient 它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样对吧？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证明过的这个东西对吧？我们这个 gradient 就是 y hat 减去 y 乘以 x j 对吧？然后呢，我看看这里就是 y hat。就是这个对吧，这是 y hat 减去 y， 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dimension 搞清楚对吧，这个后面的这个 dimension 啊，就是跟 y 的这个 dimension 是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 y 的 dimension 是100乘1的对吧，100乘1，然后前面的这个 x 呢我们做了一个 transpose 对吧， x 本来是100乘3的，那就是3乘100对吧，也就是说有，所以呢我们这个矩阵的乘法啊，就是3乘100的一个矩阵，再乘一个100乘1的矩阵，那最后呢就变成一个3乘1的一个矩阵对吧，3乘1的这个矩阵呢那就是有三个值对吧，这三个值呢就代表了这个 theta 不是也有三个值吗，它的在这一点上的这个 derivative 对吧， gradient 就是每个 theta0 theta1 theta2 都有一个 gradient 对吧，所以呢这是有三个值，这是对的。如果大家一定就是搞不太清楚这些东西，也没有太多关系，说实话，也是可以继续的，对吧？我们这里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个吧。你看我们这做出来之后，我们就有这个 cost function 是啥样子，对吧 ？gradient 是多少，我们也能够算出来。当然我们这里的话，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矩阵，对吧？虽然它只是一个数，就是一个一乘一的一个矩阵。OK。然后 another test for your function， 就是我换了另外一个theta 值对吧，也能算出来，你就发现在 theta 如果等于这三个值的话，就 cost 要小很多对吧，这个就 0.21， 这是 0.69， 你的 gradient 也小了很多对吧，这个是256，然后这个是负10负1200怎么说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 optimal 这个 theta 呢就更接近于这三个值其实。好，接下来我这里就不讲吧，这个 cost 和 gradient 其实是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你看如果我们想用这个 minimize 这个 function 的话，就 scipy optimize 这个包的话，我们呢就需要给定这个 function 的话，我们要给定你这个 cost 是长什么样子对吧， theta0 就是你的这个初始值是在哪里，然后用一个什么样的数值的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告诉我的 gradient 的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家不用去管，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呢可以跑完之后呢它是 converge 对吧，就75次之后 converge 了，然后最后的这个 cost function 是 0.20 对吧，你看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0.21 就很近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 result 就返回一个 result 嘛，返回这个 result 呢有个点 x 对吧，这个点 x 就是 this is the theta vector we are looking for， 就是最佳的值就是负25负 0.2 负 0.2 就 0.2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 theta1 的系数和 theta2 的系数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吧，这也能够 make sense，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的话你看的话就能发现这个 exam1 和 exam2 基本上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系数是
基本一样，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对吧？好，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 result 点 x， 对吧？这个最佳的这个值，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把它优化好了，我这里呢就还做了一个 counter plot， 只是我们这里做的 counter plot 呢，我主要画的就是这个，你看在哪里？我看看，主要是画的这个 x one y one。inline， 哎，哦，对，你看我就做了零这一点，对吧？零这一点的话就是probability 等于 0.5， 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 decision boundary， 就我们做出来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啊，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这个 feature space 里面是一条线性的一个线嘛，然后呢，那我在我们这个 model 里面呢，就是左下方的就是没被录取，右上方呢就被录取了，对吧？然后你就能看到其实是有点误差的，对吧？就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不对的，对吧？比如说这几个红色的点，对吧？然后呢，这里呢也有这个绿色的点，对吧？这些呢是不对的这些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 decision boundary 它可能是一条弧线，对吧？我们这个直线的意义呢，其实就代表在这个直线上，就两门课的总分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你就发现它就不是完全按两门课的总分来做判断的，对吧？就是说，这两门课稍微平衡一点呢，总分低一点呢也可以，对吧？如果你有偏科呢，总分上了呢也不一定能够被录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这里呢就有这个西塔值了，对吧？哎，不好意思，在这里。接下来这一部分 suppose 就是应该是所有同学都应该都会知道怎么做。我这里呢就是用了就是把前面这三个字给抄过来了，对吧？其实我可以不抄，对吧？其实我们这个 theta 值呢就是 result 点 x 嘛，就是对吧？我这个后面我都不写，可以对吧？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写一个 predict function， 对吧？就是你给我两个分数，我就告诉你它有百分之多少可能性被录取，对吧？这个 function 怎么写呢？就是它有三个 argument， 对吧？ theta 值就是我们这个optimization 之后得到的这个值，然后呢你告诉我两个分数，对吧？我呢就算出这个例子，对吧？例子呢就是 theta 0加上 theta 1乘以 ex1 加上 theta 2乘以 ex2， 对吧？然后这个 prediction 就是 sigma 的这个 z， 对吧？因为我们这就用到了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 sigma 的 function， 对吧？我们就不用另取炉灶，然后又写一下这个 sigma function。我就 return 这个 prediction 就行了，对吧？我们试一下，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一门考试考45分，另外一门考试考85分，它有 77% 的可能性被录取，对吧？如果这个同学成绩很好，对吧？比如说另外一门是88分，那个这个基本上就是 98% 以上至少是，对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就 99.99% 被录取，对吧？如果一门考试10分，另外一门考试是40分，你觉得它有多大可能性被录取，对吧？它呢就是就10的负7次方就特别特别小，对吧？这个也太小了，我们就40-40吧，那也很小，对吧？也是 0.01% 什么什么，很小，所以大家可以去 test your function， 对吧？就是你又不懂这个输入值，然后看你的结果能不能 make sense， 如果它不 make sense， 你根本就没必要继续往下去做了，说实话，对吧？所以呢这个尤其是这种 data science project， 很多时候都是做一步然后看看对不对，或者看看跟你的想的预期的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再决定怎么往下做，对吧？所以呢这个叫这种 process 一般叫 very iterative process， 就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叫 iterative process。好，接下来呢我向大家写一些 function， 对吧？不是写，就建立一些新的column。第一个呢就是它这里有意思，就是这是王俊群同学写的我向大家预测一下它的这个 probability， 对吧？你看它这里呢又另取炉灶，就是这个 sigma 的这个 z 呢就是一个 dot product， 就是 theta 乘以它的这个
theta 乘以它的这个 feature matrix 对吧，就这么来的。其实你想想，你刚才不是就写了这个东西吗？对吧？你就用这个东西去做也可以。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去看看我会怎么写吧。然后呢，它第二行，我们先跑一下它的这个东西吧。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先看看结果吧。你看 prediction 的这个 accuracy 是 89% 对吧？然后呢，我们生成了好几个 column， 这之前我们生成这 constant 的 column 对吧？然后这个 probability column 对吧？ 85% 啊， 73% 啊，这个也能够 make sense。 prediction 就是这个如果大于 0.5 呢就是一， 小于 0.5 就是0 对吧？如果这个 column 跟这个 column 一样的就为 true， 否则就为 false 对吧？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写的。这个这个呢，我们觉得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看能不能等一下我想想对吧？这个 prediction 呢就是probability 大于 0.5 呢，其实就等于一 对吧？ 它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写的，其实呢，你也有另外一个偷懒的写法，就是prediction 呢就是 probability 大于 0.5， 这样就可以了啊。因为大于 0.5 呢就是 true 对吧？否则就是 false 啊。其实这个 true 呢就是一，false 就为0 对吧？然后这 correct 呢就是这里比较一下这两个啊，这个它没问题。accuracy 呢就它的 mean， 这个也没问题。所以呢我们这样写啊，还是可以做到这点，只是这个 prediction 就变成0， true 和 false 啊。 其实 true 了就是被录取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对吧？看看我们有没有方法把它搞得更好一点。我们呢是用到了这个 predict 这个 function， 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看能不能直接用，对吧？为了，我呢就不把它的这个给去掉吧。但现在问题有，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现在这个。 对，这个还不是特别好用，因为这样的话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 data， 为了求出这个 probability， 我们要用到三个 column， 对吧？就是其实是两个 column 呢，就是score one、score two 和一个 constant 这个 column， 对吧？我想想这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这它。 看看，对，因为我们这里涉及到多个 column， 所以你看它这里是 ex1 对，这里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估计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然后这里呢 segment function， 然后它这里是 np 点 dot。 然后这个是 theta， 这个是 theta， OK， 那这样没问题。我看包美同学怎么做的吧。包美这次做的这个作业好像很多地方有一点点问题。你这个就直接写的这个 predict， now try， 它能够 work 吗？我看看，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这种东西能不能 work，OK， 我们就放这里，是吧？ 因为这个 predict 它 suppose 是只接受一个数字的，对吧？你这里面是给了它一个 column， 它能不能接受？它也能接受，对吧？其实我就没用到这行了，对吧？原来这个也是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其实是。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用了这个 predict function， 然后 Python 它非常聪明，对吧？它就知道这是一个 column， 这是一个 column。 然后这个 theta 呢还是那个 theta， 所以呢，它就会返回，它就帮我们做了一个 for loop， 其实等于是，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写成这个样子就更加 clean， 对吧？其他的应该没有太多问题。好，这是我们完全自己去 implement 这个 logical regression， 对吧？我们自己去用了一个optimizer， 对吧？ 这里写 optimization， 找到了这个 theta 值，然后做预测，然后发现是 89% 的这个准确率，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去调包了，对吧？这个调包呢，我们这里就用到了这个sklearn 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
调了一个用了一个 model 对吧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呢找出它的 x， 找出它的 y， 这个实在是太容易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模板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用这个 my model 去 fit 这个 x y， 对吧？就出来这个结果，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呢，哎，我先执行一下这个吧。我记得一般来说就是你进了一个 model 去 fit 它，你是不需要返回什么东西的 ，OK。然后呢，你接下来就直接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没记错的话 ，my model 点 coefficient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这里已经有了 coefficient 是这个，对，啊，哇，完全你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般不会返回一个东西，这里呢就是你返回一个东西呢，它也没问题啊，所以呢它这个包容性实在太强了，就是说啊，一般就是你去 fit 它，然后这个 my model 其实就变化了，对吧？然后呢，你就把你这里改一下就可以了。嗯，然后这样看啊，也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呢，你就找到它的 coefficient， 就0.20 0.20，对吧？然后它的 intercept， 是多少？就是-25.05，对吧？如果你去比较的话，你就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对吧？那这个 accuracy 呢，就是你用你的这个 model 啊，其实应该是 my model， 对吧？去 predict 这个 x， 然后呢去跟这个 admitted 去比较一下，然后呢求救一下 mean， 然后发现也是 89%， 对吧？所以呢就说明我们这两种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其实。好，这是我们这个上节课的这个作业啊。我们上节课这个东西呢，其实好多东西还挺重要的，其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吧。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有点偏，在讲这个 model selection 之前呢，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 classification， 你有可能会碰到的。我们前面讲的是 binary classification， 就是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对吧？要么被信用卡被盗刷，要么没被盗刷。那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类 classification 叫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比如说一个 deep learning 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说给你一个数字，就是你在纸上写个数字，对吧？然后呢，就是被 digitized， 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是零还是一还是二还是九，对吧？那呢就有10种可能性。所以呢，这个 class 呢就有10个，其实是，你怎么预测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有2个方法，就是。两大类吧，就是一个叫softmax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 就适合于 mutually exclusive 的 case， 就是说这个数字如果是一，它就不可能是九，对不对？它如果是零，它不可能是八，就只要是一种，它就不可能是其他一种。但是呢，有些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它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比如说有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和里面有没有一条狗，其实这是两个单独回答的问题，对吧？有可能都有，有可能都没有，也可能只有人，也可能只有狗，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它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我们这里呢，其实主要在讨论这个 mutually exclusive 就行了。因为如果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这个 case， 那你呢就对它有没有人做一个 model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有没有狗做一个 model logistic regression， 对吧？然后这两个呢完全分开就行了，其实是，对吧？但是如果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话，那你就不能这样子考虑，对吧？因为比如说你写个数字，它这有10种可能性，这10种可能性的这个 probability 相加应该是等于一的，对吧？它只是可能是一个数字，对吧？然后这个所有的概率应该相加等于一。但是如果是狗或者猫人这个事情呢，那这个概率相加没什么太多意义，其实是，对吧？那可能是任何值都有可能。对于一个 subset-max regression 呢，我们呢可以拓展一下。我们的那个 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model， 它呢大概是这个样，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每如果有我们这里是有 k 个 class 吧，如果它有 k 个 class，OK，、okay,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k 就等于10，对吧？然后呢，我想知道它是第某个 class， 比如说第 c 个 class， 它的可能性
应该是怎么算呢？首先呢，就是它每一套 class 都有一套，就是每一个 class 都有一套它的这个 parameters。我们说过，如果你有 n 个 feature 的话，加上系数的话，那就 n 加一个 feature， 对吧 ？n 个 coefficient， n 加一个 coefficient， 这是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 binary 的。但如果是有 k 个的话，那我们就有 k 个 k 乘以 n 加一个 coefficient，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做 k 乘以 n 加一个coefficient 的这个 estimation。然后你怎么去算它这个 probability， 就是你这个 estimation 做完之后，你怎么去算它这个 probability 呢？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把你这个 feature 乘一下你想预测的那个第 c 个 class 它的这个 coefficient， 然后呢也是做这个一的这么多次方，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没有用到那个sigma 的 function， 我们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对吧？就是上面呢就是对一个 class。的一的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对吧？这个分母呢，就是对所谓的 class 求和，就是从第一个 class 到第 k 个 class，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话，它都能够保证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 k 等于一到大 k 的话，就所有的 k 都加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 probability 相加刚好等于一，这不就是我们最开始需要满足这个条件嘛，对吧？你自己去看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对吧？这个东西 ，OK。然后我们最后这个预测值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不是有十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例题的话，就有十个class， 对吧？我们呢就算出十个 probability， 这十个 probability 相加是等于一的，对吧？就 P 零、P 一到 P 九，就是 P 一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是一的概率是多少 ？P 九呢，就是这个数字是九的概率是多少，对吧？相加呢，它们肯定是等于一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 softmax regression 这个 cost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这个呢倒是，我觉得还，如果你在简历上面你写multi class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会被问到这个东西。它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不是有 k 个 class 吗？它的这个对一个 sample 的话，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呢，就是对所有的 class 求和，然后cost function 等于负的 pk log pk hat。k 呢就是代表是第几个class， 然后这个 cost function 呢有个名字叫 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就是这种 p log p hat 这种形式就叫 cross entropy， OK， 然后呢这个公式其实跟我们上次课讲的那个 logistic regression 的这个公式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是一个 binary classification 的话，那 k 不就等于2嘛，对吧？ k 等于2，而且呢那就只有 P1 P2 对吧，没有 P3 P4 之后了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满足这个条件，就是 P1 加 PR 可能等于1对吧，就是你预设的 P1 hat 加 PR hat 呢也是等于1的， OK，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1 4带进去，那就是它就等于负的P1 log P1 hat 加上 PR log PR hat 对吧，然后我们又说了这个PR 呢就等于1减去 P1 对吧， PR hat 呢也是等于1减去 PE hat 对吧，所以对一个 simple sample single sample 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负 p log p hat 加上一减 p log 一减 p hat， 哎，这个不是好熟悉吗，对吧？这个不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公式第三式对吧，不就是负 y log y 就是我们这个 p 嘛，其实是对吧，y hat 就这个第三式一模一样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又统一到一起了是吧，所以呢这也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个softmax 这个 cost function 长成这个样子 ，OK， 这是一个 sample 对吧？它就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有 m 个 sample， 那很简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sample 的这个 cost 加起来，然后求个平均就行了，对吧？所以呢，它这里有两个求和的符号，一个呢是代表第几个 sample， 第二个呢是代表第几个 class， 然后我们这个 p 呢都有两个下标，对吧？就是第 i 个 sample 的第 k 个 class 的 probability 是多少，就这个意思，然后加个 hat 呢就代表是 predicted 对吧，所以这一大堆 notation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要搞混了对吧，然后呢保持 consistent， 就是就一般我们用 i 作为这个第几个 sample 对吧， j 呢是代表第几个 feature， 这个 k 呢就这里就代表是第几个 class， 就是对吧，就是就你保持这样的一个 convention 对吧，自己就不会搞得太晕啊。
这是一种方法，对吧？另外一种方法呢，这个 softmax 在 sklearn 里面都有 implementation。如果大家某一天碰到这样的问题呢，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些例子，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倒不是特别多啊，就因为大部分还是这个 binary 这个 case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话啊，那就很简单，你就做 k 个 binary classification 就行了，那就完全是独立的，对吧？啊，分别去做就行了，对吧？然后呢，他们相加的这个 probability 呢，也不一定是等于一的，是吧？这种可能性，这里呢也没有什么特别也好讲的。所以是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就是区分这两个方法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就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就是说大家如果做了 project 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对吧？如果你遇到这些东西，你至少这是最低要求啊，你这些东西你应该要懂，对吧？如果你写在你简历上面去的话，一般就是面试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基本东西你一定要懂，对吧？就是 suppose 大家都要懂的，比如说 SQL 的基本语法啊， Python 的基本语法啊，对吧？然后 linear regression 逻辑式关系啊什么东西，这些你基本要懂，哪怕你简历上没写，你应该是不是也懂，对吧？还有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属于等于是一个 optional， 就是说你不懂，但是你没写在你简历上面去，我们也不能期待你懂，对吧？但是如果你写在简历上面去，你应该是 post 是非常熟练的，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一个 project 是你做的，对吧？至少你 claim 是你做的。但是里面的一些很多细节一些基本东西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他可能不是你做的，对吧？或者觉得你不是在里面起一个主要作用的一个人，对吧？当然如果你这个比如说你没做过 softmax， 对吧？然后我突然问一个 softmax 的这个问题，这个呢其实就是个面试官，一般的面试官不会这样子，对吧？因为你没做过，那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些 cost entropy 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对吧？好，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这个东西。所以呢，简历上面写的东西呢，你不能，就当然我们要去 match 关键词，对吧？也要去找一些比较新的、比较 fancy 的一些 project 来做，对吧？但是前提是你要真的理解，对吧？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吧。接下来我们呢讲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感觉有点偏哲学的问题，就是说学好学坏的问题，对吧？因为比如说你做了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你可能选了10个变量10个 feature， 你可能选了8个 feature， 对吧？然后你可能选了这8个 feature， 你可能选了那8个 feature， 然后你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一个 model， 因为你都可以去调包然后做出一个 model， 对吧？那问题是哪个好呢，对吧？就好像大家找工作一样，你收到5个 offer， 对吧？你去哪个公司呢，对吧？你就会去比较，这个比较呢其实就是一个 metric 的问题，对吧？孰好孰劣，对吧？你可能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metric， 就是谁给我薪水最高我就去哪里，对吧？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想法，对吧？当然呢实际生活中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这种单一的 metric 很多时候也不能够衡量所有的问题，对吧？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要看一下这个公司的前景啊，对吧？或者你要看一下你对这个公司里面的人你喜不喜欢呀，对吧？或者这个通勤的这个距离呀，就是你有很多，其实有很多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在那里面，对吧？这个 model 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有好多这个考虑这个因素，其实是，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今天就列举一下，就是这些你可能要考虑的这个因素 ，OK， 就是 how to judge and compare models 这个 metric， 对于 linear regression， 对吧？我们 cost function 呢其实就基于一个squared error， 是吧？就是 predict value 减去actual value 括号的平方，对吧？这个它的就是你把 model 做出来之后，比如说你做了两个 model， 你也可以用这个root mean squared error，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就是 RMSE， 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见的比较多。
它怎么比较哪个 model 好呢？就是看哪个 model 这个误差小嘛，对吧？这误差怎么衡量呢？就是看一下平均的误差嘛，对吧？这个怎么平均呢？就是说我们先平方一下再平均，对吧？你也就是说我这个公式，对吧？你先平方一下，然后呢再求和平均，对吧？然后再开个根号，就把这个平方给变回来了，对吧？这是 root mean square error， 这是比较常见的。也有这个 mean absolute error， 对吧？就是我们就看这个 error 的这个绝对值，平均绝对值的这个平均，对吧？这个叫 MAE， 对吧？然后跟这个 root mean square error 相关的，其实是直接相关的，就是然后我们上次讲这个 variable importance factor 的时候也讲过的一个 metric 叫 R squared。这个尤其是如果大家是学统计，从统计背景出身的人来说，这个 R squared 就更加常见了，它呢叫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对吧？你应该随时能够写出它的这个 definition 是什么样，它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一减去叫 SS 叫 sum of squared， 就是 residual sum of squared， SS total 叫 total sum of squared， 然后呢 R squared 它的这个取值的范围是0到1之间。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说我们做任何 model 其实都是在解释，就是 explain variance， 就是说如果一个数据没有 variance， 那没有 variance 的话，那就所有数据都是一样的，对吧？要么都是0，那都是1，那你做什么 model 就行，那做 model 就很简单，对吧？都是0都是1，就是你就用 mean 去做 model 就行了，对吧？但是就是因为有0有1，对吧？那个房价都不一样，对吧？就是因为不一样你才会去做 model， 对吧？所以呢你的 model 都是在解释 variance， OK。 那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你解释了多少 variance， 80% 的 variance 还是90%的 variance， 就是这个意思。R squared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 model 解释了百分之多少这个 variance， 对吧？就是你的 percentage of variance explained by the model，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对吧？那面试完就至少这个问题就已经通过了，对吧？你就理解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它的这个数学的这个定义呢，就是 total variance， 对吧？就是这个 total variance 就是每个y 的值减去它的这个 mean， 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 variance 这个定义嘛，大家还记得吧？然后求和，对吧？然后这个 explained variance 是怎么算呢？你想想，这个 explained variance 其实就是等于 total variance 减去unexplained variance， 对吧？就是你有这么有100个 variance， 对吧？比如说80个被你解释了，那有20个就没被你解释，对吧？那你有多少被解释呢？那就是100减去20，对吧？100呢就是 total variance， 20呢就是 unexplained 这个 variance。 这个 unexplained variance 你怎么知道的呢？其实就是你的这个residual error， 对吧？就是预测值减去实际值平方和就行了，对吧？这就是 residual error，或者叫 unexplained variance， 对吧？这里呢就是百分多少被解释了，对吧？然后一减去它多少人，就是百分多少没被解释，对吧？所以 R squared 就是取一个这样子，零到一之间，越高越好，基本上就一般来说是越高越好，对吧？如果它等于一的话，就是什么时候会等于一呢？那就只有这个分子等于一的等于零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呢，那就是 y hat 等于 y， 对吧？那就是对于任何一个i， 那它的这个预测值都等于真实值，那么那这个 model 是完美的，对吧？那 R square 就会等于一，就是这个意思。OK， 什么都会等于零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吧？它如果等于零的话，就说明这个又是等于一，对吧？那就是说分子跟分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预测值呢，其实就是 mean， 对吧？就是如果你的一个 model 就是你认为所有的这个 sample， 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值，比如说你认为这个城市所有的美国所有的房价就等于美国房价的这个平均值的话，那这样的一个 model R square 就等于零，是吧？好，这是 linear regression 的一个 metric 啊。等一下我们会去讲为什么这个 R square 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并不是它越高越好。OK， 这个也注意这个事情啊。这是 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情况就会稍微复杂一点啊。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考的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让你解释里面很多这个东西啊。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 logistic regression 一般都是预测一个概率出来，对吧？
有了这个概率之后呢，叫 probability， 我们要给出一个 threshold， 对吧？比如说这个 threshold 是 0.5， 然后大于 0.5 呢，我们就认为是 1， 小于 0.5 呢，就认为是0。当然这个 threshold 是你可以自己定的，对吧？比如说你做疾病检查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有 40% 的几率得癌症，对吧？那你认为他没有癌症，对吧？那不行啊，对吧？因为这个 40% 其实很高的，对吧？你可能这个 threshold 就取得 5%、3% 什么这种，就取得很低，对吧？或者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消防车要出，对吧？如果这个是火灾的概率是 40%， 但是你认为这个 threshold 是 50%， 小于这个 50%， 所以没有火灾，你就不出去，对吧？这个明显是不对的，对吧？因为这个火灾一旦发生，这个损失就是巨大的，可能要损失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可能，对吧？但是你白跑一趟，就是它没有发火的，你白跑一趟的这个损失就没那么多，对吧？那就是耗费几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对吧？这个可能就是几百、几千这个 scale， 对吧？跟那个 scale 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很多要一些 custom design 的这个 metric， 就是说。你每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做疾病检测，对吧？你可能是做某一个 case， 或者你做信用卡 fraud detection， 对吧？就是说，每个 business 它背后的这个逻辑，背后的这些 domain knowledge， 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是，所以呢，你可能就会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 twist， 去 tweak 你的这个 metric， 这是有可能的 ，OK。我这里呢就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confusion matrix 吧。我要不先调查一下吧，就是有多少人听过这个 confusion matrix 这个东西。你写个一吧，没听过你写个零。我们看看有多少同学大概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哦。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面试问题了。OK。好，我们看这包美同学没有听过。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实际值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个 fraud detection 做例子，对吧？这个真实实际值，这个真实值，它也这个要么被盗刷，要么没被盗刷，对吧？当然实际值我可能不知道，但是它只有两种情况，对吧？我这个预测值根据我的这个 threshold 的选择之外，也是有两种，就是我会预测它被盗刷或者没被盗刷，对吧？所以呢，根据这样就会生成一个二乘二的一个矩阵，对吧？这个每个矩阵里面都有一个 E， 对吧？比如说这个实际值为一，真实值为一，就叫 true positive， 对吧？就是说它是被盗刷了，而且我预测它被盗刷了，对吧？这个叫 true positive， 我这是用 A 来表示的。然后呢，比如说你看 D 吧，这个呢也是对的，就是说它实际没有被盗刷，然后呢我认为它也没有被盗刷，对吧？这个叫 true negative， 然后呢有另外两种情况下我是出错的，对吧？一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是大家看 C 吧，就是说他没有被盗刷，我认为他被盗刷了，对吧？就好像是我今天去麦当劳买个汉堡，然后刷卡刷不过去了，对吧？因为那个系统里面就认为我这个卡被盗刷了，比如说，这个呢就不对，对吧？他就把 decline， 对吧？然后呢，我就换另外一个信用卡，对吧？然后呢，我对前面一张信用卡的这个就会有点意见，对吧？这个 experience 就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呢，这个商家肯定会受点损失，对吧？至少他的手续费就损失了，都会直接的，对吧？间接的呢，就会损失他的这个 reputation， 对吧？这一类呢叫 type 1 error， 对吧？叫 false positive。这个 positive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预测是唯一的 ；false 的意思呢，就是说预测值跟实际值是不一样的。OK， 这是 type 1 error。还有另外一类，我这里写的 B 叫 type 2 error。它是 false negative， 就是刚好是另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一个人捡到我信用卡，对吧？然后呢去网上买了一个电脑，花了2000块钱，2000美金，对吧？然后呢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银行这个系统他就认为他没有被盗刷，但是正常的一个消费，对吧？他就没有 decline， 对吧？那这样的话，要么我这个用户，要么就是银行就会损失2000块钱，对吧？这样呢就是另外一种损失，是不是？就另外一种 case， 这个呢叫 false negative， 对吧？ negative 的意思就是说我预测值它是为零的，对吧？我预测它没有被盗刷，对吧？
然后 false 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预设是错的，是吧？啊，这样的话，你看这里呢就会生成两个，一个 type 1 error， 一个 type 2 error， 对吧？就这两个 cause 不一样，对吧？你看明显发现到，就是 type 2 error， 就是说你被盗刷多少钱，它的这个 cost 其实就是那么多，对吧？你被盗刷10000块钱，那就是10000块钱的损失，至少是，对吧？啊，type 1 error 呢，就是说你也可以去 estimate 一下，对吧？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要。你要怎么 estimate 一下？因为好多东西没有直接的一个损失，对吧？因为有些时候你损失就是你的声誉啊，对吧？reputation 这个就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至少呢，就是它损失肯定没有2000或者10000块钱那么多，对吧？它的这个买个汉堡就10块钱嘛，你被拒了，那这个手续费可能就可能1毛钱，对吧？你就损失那么多，其实是，然后呢，根据这个 confusion matrix 呢。它会有好几个相关的这个matrix，这个呢也是要求大家就是能够很容易能够解释它是一个怎么回事。第一个很常见的就 accuracy，就是预测值就是有多少是准确的，是吧？就好像我们上次做的这个作业89%是准确的这个意思，对吧？准确呢就是 A 和 D 这两个 case 是准确的，对吧？整所谓的 case 呢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对吧？这个很容易。让人理解，对吧？这个叫 accuracy，然后接下来讲两个概念，一个叫 precision 和 recall，这个 precision 它的定义是 a 除以 a 加 c，就是这个 a 除以 a 加 c。你看，a 加 c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预测为一的，对吧？那就是我认为被盗刷的交易里面有多少是真的被盗刷的呢？对吧？这叫 precision，对吧？我预测，比如说。我，这个是信用卡的例子，对吧？或者是我预测他这个人，我预测得某种疾病的人里面有真的人有多少人是真的得这个疾病呢？这个叫 precision，对吧？另外一个叫 recall，recall 的意思就是 A 除 A 加 B，对吧？A 除 A 加 B，你看这个 A 加 B 呢，就是横的这一个 row，对吧？就是 choose 为一，A 加 B 的意思就是说，实际被盗刷的这些。例子里面我有多少被我发现了，对吧？就这个意思。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群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得新冠肺炎的，对吧？那有多少是被我这个系统给捕捉到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precision 和 recall 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分子呢都是 A，对吧？然后分母呢就取决于你是怎么想的，对吧？precision 呢就是说你预测为一的，实际是有多少为一，对吧？recall 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为一的，然后里面有多少被我预测准的，对吧？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怎么解释。然后其实有跟这里面有些比较类似的这个名词，尤其是如果你是做这个 bio 相关的这个 bio statistics 应该是，然后呢有个叫specific，我这个词怎么读去了？我看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吧，confusion matrix 对吧？这个网上这个资料肯定是非常之多的了，对吧？你看有刚才我说的这四种情况对吧？然后有各种例子对吧？有各种 matrix，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recall 对吧？然后有一个叫 sensitivity 的意思，还有呢还有一个东西叫specificity 对。就这个意思啊，有很多这个，如果大家到时候有些混淆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你看 accuracy 这个我们也讲了，对吧？我马上就会讲这个 F1 score 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 accuracy 为什么不够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不选 accuracy 就可以了，对吧？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是一种很罕见的这个疾病，对吧？人群里面这1%的人是有可能有这个疾病。比如说，我做了一个model，我就认为所有人都没有这种疾病，对吧？那我这个 model 这个准确率是多少呢？那就99%，对吧？就是说我任何事情都不做，我都能有99%这个准确性，对吧？但是我这个 model 有什么意义吗？那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我们是主要是想去发现那1%的这个人，对吧？哪怕就是你抓错了人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把这个1%的人一个很大一部分给找出来，对吧？就是。
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强的这个 recall， 就是说，就是真正的几遍人，我们至少能够找出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出来，对吧？所以呢，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accuracy 就不够，就不行，对吧？我们呢就还有另外一个 metric， 这个叫 F1 score， 对吧 ？F1 score 呢就是 precision 和 recall 的一个叫 harmonic mean。harmonic mean 是啥意思呢？就是就 two 乘以 precision 乘以 recall 等于再除一个它们俩相加，就这个意思。就它们俩的一个平均，就某一种平均嘛，对吧？有好多种平均，就是两个数 a 加 b 除以 r， 这个叫 arithmetic mean， 对吧？就是算术平均。也有 geometric mean， 对吧？那就 a 乘以 b 再开根号，对吧？然后我们这里一般它是用这个 harmonic mean， 就是说这两个呢我们要平衡一下，就不能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 F1 score。然后这个 F1 score 呢，我们会经常用来去选择这个 threshold。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我们上次只是一个 probability， 对吧？我们要选择一个 threshold， 我们才会有这个 prediction 为一或者为零，对吧？所以呢，我们选择不同的 threshold， 我们这个 confusion matrix 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选择不同的 threshold， 这些值都不一样，对吧？就是都对应的，就是每一个 threshold 都会对应一个 accuracy， 对应一个 precision， 对应一个 recall。那我们选一个什么样的 threshold 呢？我们一般会去选一个 threshold 使得这个 F1 score 最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used to select threshold， 就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方法啊，我都写到这里来了啊，等一下就跳过去了，在这里啊，我们呢可以做一个 precision 和 record 这样一个 curve 啊。这个两个呢其实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就是一个高了另外一个就必然低了，一个低了就另外一个高了，对吧？我看看，就是对应一个什么例子，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说 precision 嘛，那就是 a 除 a 加 c， 就是说比如说还是拿这个疾病检测的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新冠肺炎的这个检测，对吧？你这个比如说我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一定有十大症状，对吧？我才认为你是得了新冠肺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 model 就是非常 conservative， 就是非常保守的，就是你只有这十大症状都有，我才认为你得肺炎。你想，那有十大症状的这些人，那99%可能都是有新冠肺炎，对吧？那我呢就是出现了一个 precision 是特别高。但是我 recall 很低啊，对吧？那我有漏网很多就漏网之鱼特别多，对吧？可能有些人只有两三类症状，对吧？或者没有症状的人，对吧？这些大批量的人我都被我 miss 掉了，对吧？所以呢我这样一个 model 呢就是 precision 虽然很高，但是 recall 很低，对吧？相反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model 非常应该叫 liberal， 对吧？或者就非常宽松的话，比如说这十大症有，就是有十大可能跟新冠肺炎相关的症状，他只要满足一个条件，我就认为他得了新冠肺炎，对吧？哪怕他咳嗽一声，对吧？我就认为他得了新冠肺炎，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precision 就很低了，对吧？因为这个咳嗽的人很有可能他是其他原因咳了一个嗽，对吧？所以呢这个你认为他得新冠肺炎的人里面也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的，是吧？所以 precision 很低，但是 recall 很高呀，对吧？因为我这个 pool 特别大，对吧？那我真正得新冠肺炎的人很有可能就在我这个 pool 里面，对吧？所以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去给大家解释这个 precision 和 recall 呢，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trade off， 对吧？取决你这个 model， 取决你这个 threshold。如果你做不同的这个 model， Model A 和 Model B， 你可以画出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 threshold， 你可以画出不同的这个 curve， 他们都会从01和10这两个点之间，对吧？做 trade off， 所以呢，一个高了，另外一个低了，这说明呢，它就是一个像单调向下的一个线，对吧？可能一个 model 呢是这样一个线，另外一个 model 呢是这样一个线，对吧？
那哪个 model 好呢？我们一般是去算一个东西叫 area under curve， area under curve 就是说，比如说算这个 model 跟这个 x 轴所维持的这个部分这个面积是多少？比如说我们这个 B model B 这个维持的这个面积要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 model 要更好一些，就这个意思。好，我这里说了一大堆东西，对吧？大家回去了自己好好想一想，那里面的这些一些细节，这个绝对是面试很有可能会考的。如果你有面试的话，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个面试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这是最最基础的，一定要搞清楚，对吧？而且呢，就是说我这里呢，还是只是给了一个，concept，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那样，然后怎么选，什么这种。如果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的 project 能用到，我们这里一定相关的这个知识，比如说用这个 threshold 选 F score， 对吧？然后呢，用这个 AOC， 对吧？这是很常见的，就是尤其是逻辑 regression， 就是看哪个 AOC 最高，对吧？银行里面很多这个 model 都是这样的，就比 AOC， 对吧？觉得 AOC 好，谁就高，这样，如果根据实际的这个 project 能够理解这些知识点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过了，就是说，因为这些光讲的话都比较抽象，其实。好，有了这些之后，我们还得要继续讲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 metric 还是不够啊，就是说 R square 的 AUC 啊这些东西还是不够，为什么不够？我呢举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我自己找出来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数据点，就是我们这个 sample data， 就是我这个打实心的这个点啊，我这个图有一点点复杂，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听我说啊，就比如我这个实心的这个点，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点 ，OK，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数据点就这个样子，好吧 ？OK， 然后呢，这是 x 轴，这是 y 轴 ，OK， 然后我做了第一个 model， 我就是用了这个。YA 呢就等于 theta 零加上 theta 一 x， 就是一个线性的 model 嘛，那就是一条线性的线，对吧？那就是这条线，对吧？然后我问大家觉得这个 model A 好吗？大家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对吧？你看你这个数据点，左边的这个数据点都在这个 model 上方，对吧？右边的就在下方，因为它不是特别线性，对吧？它有点像这种。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像一个根号 x 这样的一个线，对吧？所以呢，这个 model 不是特别好。OK， 那你回家了，然后呢，你就想我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呢？我这个线性 model， 然后你就去想雍老师上的课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加一些非线性的项，对吧？加一些高释放项，那你就想啊，我加了一个 x 平方，加了 x 三次方，这样的话就有四个系数了，对吧？theta 零到 theta 三了，对吧？之前呢就 theta 零和 theta 一，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新的 model。你做出新的 model 呢，可能就是我打虚线的这个 dash line， 对吧？这个样子，对吧？你看这个样子。好，你做出来之后啊，因为我们这是个 linear regression 嘛，那你就可以去算 r 的 square， 比如说，然后你就发现这个 r square 可能是从 0.6 提高到了 0.8， 对吧？然后你就很开心，对不对？因为你这个 model 拟合的更好了，对吧？你现在能够解释 80% 的这个 variance， 对吧？然后你就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让我的 model 更好呢，对吧？那我的老板呢就更加 impressive 我的这个工作，对吧？我这个升职加薪就有望了，对吧？那你就觉得，哎，我这里不是加了两个吗？那我再加个100个，对吧？那我呢就是。theta 零 ，theta 一 ，x 一，那我一直加到 theta 一百的 x 一百次方，那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对吧？这个你很有可能就会到了一个 model C 的这个情况，就是我打红色的，对吧？你看我这个 model C 啊 model B 的话，我先给大家讲讲。你看 model B 的话就这个样，对吧？它不是线性的，但是呢，它还是非常平滑的，是不是？只是它 slope 就是随着 x 增加了，它就慢慢减小了，对吧？
这个 Model C 呢，就是我打红色的这个曲线，对吧？你看，它对每个点都拟合特别好，你看它就经过了每个点，是不是？几乎你看，但是呢，我的这个 Model C 它呢就不是非常 smooth， 对吧？它是这个上窜下跳一样，对吧？就它为了拟合这些点，它就去将就每个点的样子，对吧？你看，啊，你这样做出一个 Model C 之后，我可以打包票，就是说这个 R square 是更好了，可能从 0.8 上升到 0.99999 了，就是这样啊。那能不能说明这个 Model C 就比那 Model B 会更好呢？对吧？虽然这个 R square 是增加了很多，对吧？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这个图的这个直观来说，你也可能会觉得这个 Model C 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你可能会觉得 Model B 更好，因为 Model B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吻合，但是它不吻合那些地方感觉就是 noise， 对吧？这个 Model C 呢，就是在拟合这个，就是这个 Model 呢，就是去凑那些 noise 去了，对吧？啊，那你就觉得可能 Model B 会比 Model C 好，但问题是，你这个 Model B 呢是加了三个项，对吧？那可加四个项加五个项，哪个更好呢？对吧？为什么是三个呢？不是四个或者五个呢？对吧？这呢就涉及到很多这个问题了啊。我们说的这个 Model C 啊，就很有可能是 overfitting 的，就是说你做的太过头了，对吧？ Model A 呢，就是说你做叫 underfitting， 就是说你做的工作太少，你这个 Model 太简单，就是太简单粗暴了，就是说啊，就好像说，我说一句话可能政治不正确，我说黑人都是坏人，对吧？啊，那人家说那肯定也不，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好多人其实都还挺好的，对吧？啊，但是其实这就是类似于这个 underfitting， 就太简单粗暴了，因为你就直接调规则，对吧？那就是这个变量特别少，对吧？ Model C 呢，就是说你这个变量特别特别多，就是说那也不行啊。这个呢是 overfitting， overfitting 一般有一个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说它一般都拟合特别好啊，然后呢它一般呢这个线呢，就是说如果你做个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不是 smooth， 然后呢不过 smooth 它在这个系数上的这个表现呢，就是说这个 theta 的这个角值特别特别大，大家今天到时候如果去看我们这个作业就能发现这一点。 OK， 这是 overfitting 的一个症状啊啊。然后怎么去 avoid 这个 overfitting， 有两个方法，一般是结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add regularization term， 比如说我们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个 cost function 长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除了这一项之外，我们会加另外一个项，就是说我们这个 theta 我们不希望太大，你怎么不让它太大呢？你就加一个紧箍咒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加一个 theta 的平方的 lambda， 对吧？乘一个 lambda 就是另外一个 hyperparameter， 叫 regularization hyperparameter， 就是说你这个紧箍咒有多紧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 cost function 现在的话我们呢就不仅是去，我们前一个就是去 favor， 就是哪个拟合最好我就喜欢哪个，对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误差嘛，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倾向于选这个 model C， 对吧？但是呢我加了这一个的话，但是 model C 虽然这项那最小也得为零， 也是零呢，对吧？但是 theta 特别大的话，那第二项就特别大了，对吧？就是说这项我们希望这两项都不需要就是特别大，对吧？那 model B 呢，就是说可能前一项没有 model C 那么好，对吧？但是它可能第二项比 model C 要小很多，对吧？因为这个 theta 只要小很多，所以呢我们这样一个 cost function 可能就去 favor 这个 model B， 对吧？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对吧？你这个 lambda 怎么选呢，对吧？ lambda 我们说这个 hyperparameter 你不知道是多大呀，对吧？那你到底是一还是 0.1 还是10的负二次方，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对吧？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use validation set， 就是说我们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数据一般都特别多，对吧？我们要把数据给分离出来，就是有一部分数据啊，我们专门去做 training，
另外一部分数据呢，就是我假装没看到 ，OK， 然后你不管什么 model， 就是你可能 lambda 等于一做出一个 model，lambda 等于0.1做出另外一个 model， 对吧？不同 lambda 做出不同的 model， 那哪个 model 好呢？就是在你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数据里面，表现最好的就是你最好的这个 model， 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方法会贯穿整个 machine learning， 对吧？我们虽然这个 camp 叫 data science， 不是叫 machine learning camp， 对吧？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也是 machine learning 然后这个思想会用到所有的基本上，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model 而且这也是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为什么要加 regularization term？ 为什么要做这个 validation set？ 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之前呢，就是这么做 gradient descent， 对吧？就是每个 theta 呢，就是用这个 gradient 去做迭代，对吧？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有这一项了，对吧？就有个平方项了。我们呢，就是也要算一下对 theta 的这个偏导，对吧？你看这做 theta 求偏导非常简单，就是 r lambda， 对吧？r 呢，就是你也可以去。在某个地方，这是一个常数嘛，你不用管，就是，因为这 lambda 也是个常数，对吧？所以呢，这里呢会加一个lambda theta j 在这里，OK。然后这个 theta j 和这个 theta j 呢就可以合并，对吧？那就变成了这个 theta j 乘以一减去 alpha lambda， 这个 alpha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 learning rate，lambda 就是我们这个 regularization hyperparameter，对吧？它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紧箍咒，对吧？它每一次的时候去做迭代的时候，它就会都会等于是去提醒一下 theta j， 对吧？你不能变得太大，对吧？我每次呢都把你缩小90%，缩小到90%，比如说像这个样子，对吧？每次都缩小到90%，使得你不要盲目的膨胀，这样 OK。然后我们这个 normal equation 也是会改变一下。这个 normal equation with regularization 的话，大家以前还记得我们这个 xtx 括号负一的 xty 对吧？这个括号里面呢，我们要加个 lambda l，lambda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regularization hyperparameter，l 呢就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矩阵对吧？这个矩阵上面呢，这对角线元素为一，当然第一个为零，OK，然后其他的地方都为零。这个矩阵是 n 加一乘 n 加一，n 呢就是 number of features，对吧？为什么第一个为零呢？就是我们一般不会对这个 intercept 做这个 regularization，这是一个 convention，所以呢，你看我们这里这个j start from j 等于一，而不是 from j 等于零，对吧？我们如果我们本来有 n 个 feature，考虑这个 intercept，我们变成 n 加一个了，对吧？我们这里呢就不考虑这个 intercept，反而是一般是这样子，一般就是为什么你不考虑这个 intercept 呢？就是说，如果你考虑把 intercept 也去做 regularization 的话，你可能就是做一个，那这样的话 theta 就特别小，对吧？那你的这个数据链基本上就会通过原点。其实呢，就这是一个 assumption，这个 assumption 不一定正确，对吧？就是所以呢，我们一般不对这个西塔零做一个regularization，当然这都是非常细节的这个东西，就大部分就是你一般是不会去涉及到去 implement 这个 gradient descent with regularization，就是，但是这个背后的这个思想，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就是你能够说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说。如果 m 小于 n 的话，我们之前说过 xtx 呢是 non-invertible，对吧？但是呢，如果加了这个 lambda l 的话，它是 invertible，就只要这个 lambda 是 large enough，OK，它是一个 invertible 的这个东西。OK，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部分内容我们这个要拖一下堂，就是哎呦，这个我们这里 cost function 是加了一个平方项，对吧？加了一个 theta 的平方，对吧？其实呢也有两种加法，一个呢是 theta 的平方，另外一个是 theta 的这个绝对值，然后或者一个 mixture of both，
然后这就涉及到三个不同的名词，一个叫 rich regression 或者叫 L2， 因为这个上面是 R 嘛，就是 L2， 或者一个叫 lasso regression， 就是 X 它的这个绝对值，对吧？就是 L1 等于是叫 lasso， 也有可能是两个字的mixture， 对吧？这个叫 elastic net， 这个为什么也搞出这些东西出来，对吧？你可能会问，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rich regression， 对吧？我们呢先考虑一下这个 rich regression 这个 cost function。我们现在之前呢是只有一项，对吧？就这一项，现在有两项了，对吧？我们把两项都做个 count plot， 你就会慢慢理解这个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就是最就是 first term， 对吧？我们就做 count plot 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个极小值，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就行了，就是它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第二项，第二项就是 theta 的平方，对吧？ theta 的平方，对吧？你看我们这里有两个 theta， 就 theta 0 theta 1， 那就是 theta 0的平方加 theta 1的平方，等于一个常数，对吧？那这样的一个 count plot 不就是一个以原点为圆心的一个圆吗？对吧？所以呢，它的 count plot 就是一个圆一个圆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就不仅要考虑这个第一项，也考虑第二项，对吧？两者要找到一个平衡，对吧？比如说我这个 x 在这一点是对第一个 cost function 它最小的，但是在第二个 cost function 它还挺大的，对不对？因为它第二个的 cost function 应该在这里，对吧？然后呢，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当这个 lambda 从零开始不断增加的话，我们这个最佳的这个 theta 它呢就是不断的从 x 往这个 o 这点移动的一个过程 ，OK。首先 lambda 如果等于0的话，那就第二项等于没有，那我们最佳值就是 x， 那不用说了，对吧？如果这个 lambda 这个特别特别大，对吧？那第一项就可以忽略了，对吧？那我呢就希望 theta 都等于0，使得这 cos 最小，对吧？那可能就是在 O 点这里，对吧？所以 lambda 不断增加呢，它呢就是 x 往这个 O 点不断移动的这个过程的，而且呢，我可以跟大家证明一下，这个它移动的每个点呢，都是这两个 count plot。相切的这些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这样的一个 contour， 然后这里有个 contour， 对吧？然后它在 A 点这个相切，为什么在这一点上面，它的这个 cost 会最小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考虑在这个圈这两个圈上面的其他点的话，比如说这个 B 点吧，或者 C 点 ，OK， 如果跟 B 点相比的话，就 A 点和 B 点相比的话，它第一个cost function 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他们在一个圆上面，对吧？但是第二个 cost 的话 ，b 会更大，对吧？因为 b 离这个 O 点更远，对吧？更在更外围，所以 A 点小吧，对吧？同理，跟这个 C 点比较也是一样的 ，A 点和 C 点在第二个 cost 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呢，第一个 cost A 点明显比离这个 X 点比较近一点，对吧？所以 A 点这个total cost 也是要小一点，它是小于 B 也要小于 C 的。所以呢，它这个最佳点呢，永远都会出现在这个切点这个位置。随着这个 lambda 增加呢，就是这个最佳的这个 theta 的值呢，就是从 x 点慢慢移到这个 o 点这个过程。然后呢，都是这个切线的这些点，对吧？慢慢就是随着 lambda 越来越大的话，这个圆就会越来越大，对吧？因为这个第一个 cost 就越来越不重要，其实是，对吧？所以呢，你可以一直就越来越往外走就没关系啊。这个呢，就是这个 rich 的这个penalty， 这个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的 count plot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这个 lasso 呢就稍微有点点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大家经常会问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这个东西。这个 lasso 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它呢第二项是 x 是 theta 的绝对值，对吧？那它的比如说有两个 theta theta 0和 theta 1的话，那它的这个 count plot 呢就是 theta 0的绝对值加 theta 1的绝对值等于一个常数，对吧？那这样的一个 contour 是长成什么样子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在 theta 0 theta 1都大于0的时候，那就 theta 0加 theta 1是一个常数，对吧？那就是叫直线 ,OK。然后它是因为是绝对值嘛，那就是跟这个 theta 0这个轴跟 theta 1这个轴都是对称的，所以呢它是长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呢就是有这种边角，有这种角存在，而且这个角呢都永远都会呈都会在这个坐标这个 4.0 或 4.1 这个轴上面啊。这个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之前的 counterplot 还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们现在相切的这个点啊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到在这个边角上的这个点， OK， 这就好像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摆了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桌子，对吧，然后有小朋友在这里面玩，这小朋友很有可能碰到桌子哪里呢，那就是在那个角上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角上面包个什么东西来保护小朋友撞到那上面不会太疼，对吧，这呢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其实是所以呢当你的这个 regularization 不断增加的话，它会从这个 X 点移到这个 A 点，然后呢再慢慢移到这个 O 点， OK，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在 A 点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它的 theta 1的这个值是等于0的，对不对， theta 1是0的，在0点等于0，对吧，如果这个 theta 等于0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x1 是要乘以 theta1 的，对吧，那不管 x1 是多少，它乘以 theta1 的话都等于0的，对吧，因为 theta1 等于0的 x 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好，那不重要是说明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 model 就跟这个 x1 没什么关系了，是吧，如果在 A 点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能够减少我们这个 feature 的这个数量，这呢我们其实就做了一个 feature selection 比如说我们有100个 feature 吧，然后比如说有20个 feature 那它前面这个序数为0了，对吧，那也就是这个20个 feature 你不管怎么动都不会影响我结果，对吧，那就说明这个20个 feature 被我过滤掉了，其实是，对吧，所以 lasso regularization 能够做这个 feature selection 就是这个原因，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没有听明白呢就大家回去可以再想想，如果再不明白呢下次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当年面试的时候就被问到这个东西了而且当时我记得我是一个很模糊的这个印象，我知道一个是圆，另外一个像一个正方形，但是我正方形呢就这么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正方形，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正方形然后我就知道碰到一个角上，但我知道但我那个角呢就不是在这个坐标轴上面了，就是所以呢我怎么想的都想不通后来面试官跟我讲一下是这个样子的我说make sense 这样当然他最后还没有把我给挂掉，就还不错，就是说这个就其实就非常危险了，其实是这个 lasso 和 reach 这个 difference 我们就讲了，对吧，这个 lasso 呢是非常容易碰到这个它的这个切线的这些点，对吧，很容易在这个坐标轴上面使得某些 feature 的这个值为0，对吧，所以能够做 feature selection 它是 L1 对吧，Ridge 是 L2 OK 然后这个 ElasticNet 呢就是这两种都会使用，对吧这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两个都需要呢，其实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个 Lasso 虽然它好用，对吧，能够做 Feature Selection， 但它这里是个绝对值，绝对值我们之前说过在这点它不是可导的所以它有很多点它是不法可导，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做这个数值计算的时候在这些点上面它是有不稳定性的，其实是所以呢这个但是 ridge 不一样，对吧，它是平方，所以呢它在任何地方都是 convex 的，而且是都是 differentiable 对吧，而且都是 smooth 对吧它有很好的这些性质，但是 lasso 呢它的好的性质主要是做 feature selection， 但它数值可能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可能用这个 ElasticNet 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就是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说了这个 lambda 应该怎么选，对吧我们还是没有说 lambda 怎么选，对吧，我们就是你做任何你可以做了很多 regularization， 对吧，找到这个最佳的这个 theta 值，对吧，比如说你找了十个不同的 lambda 值，然后那就对应十套不同的这个 parameters， 对吧，那哪个最好呢，我们说过就是
在 validation set 里面表现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对吧？我们就是用不同的 number 去 build model， 对吧？在 training set 里面，然后呢，我们去 validation 去 evaluate 我们做的这些 model， 看哪个谁的表现最好，那就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会经常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的这个 X 呢，就是一个 model complexity， 就是模型的这个复杂度啊，就是说啊。或者叫 less regularization、啊、然后这个 training set 就是我这个画蓝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模型越复杂，你永远都能够把我们这个已知的数据吻合的越来越好，对吧？我刚才讲的这个图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等一下，哎，在这里对吧？哎，就这个图对吧？你就能发现我们 model 这个系数越多，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对吧？啊，其实你也可以从数学上能证明为什么肯定是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对吧？啊，因为我这个 model c 大不了我这个 theta 4到 theta 100都设为零，对吧？那我就回到这个 model b 了，对吧？那我加了这些新的这个参数的话，那我至少不会比前面这个系数要差了，对吧？只可能比它更好，对吧？所以呢，你的这个 model 越复杂啊，你的这个 model 呢 training set 的这个 error 就越来越小，到最后可能可以为零，对吧？但是对于这个 validation set 就不一样，它可能一开始变小了，但是到后来就会慢慢变大，因为你这个 model 越来越复杂啊、就能够解释你看见的数据，但是你就没看见的数据了，你解释就会越来越差啊。这部分就是 overfitting， 对吧？然后前面一部分呢就是 underfitting。所以呢，我们要一般这里有个最小值嘛，我们就一般我在这个打 star 的地方就是这个最小的这个值，就是我们就是一种方法，就是你选 model 选的这个位置啊。我这里呢做了一个打了一个比方，对吧？这里我这个是不同这个 lambda， 对吧？我们说过这个 lambda 呢，就是lambda 越大，这个 model 越简单，其实是。那为什么呢？因为 number 越大，就是我们它是限制这个 theta 值不能太大，对吧？所以它就把 theta 管得服服帖帖的，对吧？所以它不能乱来，对吧？所以呢，这个 model 呢就更加简单，其实就是，所以呢 model 越复杂，这个 regularization 越小，对吧？啊，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这里的话 number 啊，所以呢 number 越来越小的话，这个 training error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小，对吧？你就发现你看这009的时候这个 error 是 1.4， 对吧？就 lambda 越来越小，那 model 就越来越复杂，对吧？这个 training error 就越来越小。但是呢 validation 就不一样了。你开始 lambda 越来越小的话这个 error 呢是变小的， 1.4 变 0.95， 然后变 0.82， 对吧？但到后来呢它又开始上升了，就 1.3 1.35，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 optimal lambda 是应该是多少呢？那就取我们这个最小的这个 validation error 就 0.82， 对吧？对应的这个 number， 比如我们这就 0.5 啊。我再打个比方，这些数据都是我自己编的啊，就是怎么选 number 就这样来的，对吧？这也是个很经典的一个面试问题，对吧？这个 regularization 这个 parameter 应该怎么选取，对吧？啊，你就说我们做个 training error， training set 做个 validation set， 然后看看哪个 number 在 validation 里面。这个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就选哪个，对吧？好，这是讲了这个 training 和 validation， 然后在我们实际的这个 practice 里面，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般就是把比如说三分之二的数据作为 training， 三分之一数据作为 validation， 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个数据的这个利用的这个效率，我们经常会去做 cross validation。Cross validation 是什么意思？我这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能够增加这个数据的这个效率，对吧 ？Efficiency，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是我这个长方形这个区域，对吧？我可以做个 threefold cross validation， 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 data 我要分成我 train 三次，每次呢就是拿三分之二作为 training set， 另外三分之一作为这个 validation set。啊，但是这个 validation set 呢我是轮换的，对吧？啊，因为它是三分之一嘛，那我刚才就有三次轮换，对吧？所以我这个呢叫 threefold 这个 training
对吧？然后呢，我也是用不同这个 number， 对吧？啊，用一个 number 我 train 三次，得到一个平均的这个 error， 对吧？用另外一个 number 也 train 三次，也得出一个平均的这个 error， 啊，那我们呢就去看这个平均的这个 error 谁最小，那我就选取这个 number 是谁，对吧？这个 cross validation， 我觉得有两大作用呢，一个呢是提高这个 data 这个使用效率，对吧？啊，就是说，就任何 data 呢都有做 training 的这个可能性，也可能做 validation 的可能性，对吧？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数据很有可能有 outlier， 就是说有些值特别大什么这种，比如说你 New York Taxi， 你也可能是一个人打的打了100迈，花了1000块钱这种 data， 对吧？那可能也是真实的，你也不能把它去掉，对吧？但是呢，你也不好把它放到 training 或者放到 validation， 啊，在这样情况下，它呢都有可能这样的，它的这个效果呢就会平均起来，就是你的这个 model 呢就会不会非常 sensitive to 这些 outlier。主要是这两大原因 ，OK， 啊，今天我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之多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首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吧。嗯，有位同学留了言，啊，这是之前的，啊，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呢，这是呢，有很多，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讲到那 regularization 嘛，你讲到那个 regularization、loss regularization， 还有一个 elastic， 那个面试的时候还面到，就是说它的 error penalty 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细的一个图啊等这些的吗？你说面试有没有可能让你画出这个图是吗？对对对啊，我的反正是理解不到这么深哎，并且用图像这样表示出来。对啊，那别人可能就是那看你的这个城市了，对吧？第一个城市呢就是说你知道 lasso reach， 第二个城市就是说你知道 lasso 能够做 feature selection， 第三个城市呢就是说你知道它做 feature selection， 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能做 feature selection。为什么这样做那个 feature selection 的？就说对。看你这个面试怎么开展了，说实话，如果你把这个你写到你的简历上面去，我建议你是要搞得比较清楚的。如果你没写到你的简历上面去，你就过去也就可以了，其实。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面试也不是高考，对吧？高考或者某个考试，它都有一个范围，大家都知道我们考这些内容，不考那些内容。但面试呢，其实就是跟人聊天，对吧？他可能问得很细，也有可能就是一带而过，对吧？他可能觉得你不知道这个也没关系，但是呢，他有时候会觉得你不知道，你就写在你简历上面去，这个就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对吧？这个呢，就是非常主观的，其实是啊，这个是。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很强的，就数学模型都搞得很透了呀。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就是套套他们 model 的那种的 level。哦，我知道，对啊，这也不同的这个城市啊。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招个人，那这个套 model 大家都会啊，对吧？那可能5个人都能够套 model， 对吧？那你招谁呢？那问题是，这个 hiring manager 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想法了，对吧？可能是他更熟悉的人推荐过来的，他可能就招谁；也可能是他觉得这个人，技术底子更强，他就招谁；或者这个人表达沟通能力更强，他就去招谁。所以这也都不一定，其实是对吧？好。对啊，所以我觉得每个面试每个 position 这个不确定性都挺大的，其实是，其实有点就像大家去相亲这种感觉是，对吧？或者买房吧，对吧？有些人可能看中这点，有些人看中那一点，对吧？你也不能就是将就自己，让所有人都满意，对吧？因为你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就是你首先当然是要准备这些最重要的这些部分，对吧？然后其他的有时间呢也去准备就行了，慢慢就会有 offer。我就感觉今天晚上就是特别是那个这个嘛讲的，我就感觉这个数学功底都还没跟上去的感觉。我建议就是你回家呢，你把这几页打印下来，然后自己再推一推，然后自己想一想，今天内容的确是挺多的，说实话。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面试啊，就是说你也可以主动掌握这个情况，对吧？比如说我们他提到这个 lasso regularization 的时候，
这部分你刚好准备过了对吧？你可以主动跟他讲，我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这个他能做 feature selection 对吧？因为这个是你准备就是自己是你挖过的坑，然后你知道这个坑怎么填的对吧？这个写简历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对吧？我辅导大家写简历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挖一些坑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个别人会问你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我说。我做过这个 classroom 我还没讲过，对吧？我想想，我比如说我 applied lasso regularization and ridge regularization to m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对吧？人家就肯定会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对吧？那你就已经准备好了，对吧？那你呢就回答已经非常流利了，对吧？如果你写个不太熟悉的 project，然后或者人家问你一个非常不熟悉的问题，那你突然一想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首先你还不一定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第二个就是你知道了，你还不一定能够非常流利的回答，这就非常致命的其实是。但是一般面试官呢，他也不是说一定要问你这些问题，对吧？我说过，他就是跟你聊聊天，很多人就是面试前10分钟他才来看到你的简历，对吧？他们也很忙，其实是，对他们来说，面试一个人也是负担。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呢，就看你简历，哦，你做过这个，然后你跟我说一说吧，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就是如果你说的很有说服力，然后让人家觉得也学到一些新的知识，然后觉得你这个人表达能力很强，那就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然后你这个拿到 offer 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就这样子啊。好吧，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讲了2个小时了啊。我呢就稍微讲讲我们今天这个作业吧。今天这个作业主要是 reading，OK，我呢应该是放了2个给大家自己去读的这个东西。第一个呢，你看这个 homework 29 reading 对吧？这个是我之前这个作业，然后呢这是有点难度，所以呢我后来呢就是。就只是让大家去读，然后去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个后面这个 regularization 这个部分，就是regularization 太大或太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啊？这个我下节课也会讲一下，所以呢，大家去读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是怎么选 hyperparameters model validation，这个呢，大家也去读一读啊。第三个呢，我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一些东西，打开我今天讲课的这个内容，regularization 这里对吧？这是 reading，这是 reading，这个也是 reading。你看这，这个是 introduction to scikit learn，就是这个 package 嘛，人家他会告诉你这个 package 怎么用这些东西啊，大家也最好去读一读这些东西啊，它这个 API 对吧？怎么去用啊？我呢就不会讲那么细的，对吧？大家呢？我们这些同学里面至少都是有硕士学位的，对吧？这个自学能力还是挺重要的。我呢，很多时候呢，只是指点一个大方向，对吧？我们时间呢，可能也不够，就是在课堂上，大家自己去读。如果有任何问题，都请来问我，对吧？这个呢，就是大家学费花钱这个花的点的地方所在，对吧？就是大家去读这三个notebook，然后呢，我也准备了另外一个作业，就是 homework 29 questions。这个作业呢，就是 pandas，就是有3道问题应该不特别难，大家自己去看这个题目就行了这里上面应该是写的非常之清楚的。OK，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一呢是不上课的，因为呢我们大概上了这4、5节课，里面有很多内容，对吧？王俊群同学肯定是需要花时间去消化的，对不对？我呢就是大家可能去消化一下。然后就读一下我们这个 reading，然后把这个做一下。然后呢，我下节课呢会把这个 SQL 的这个作业和这个作业讲一讲，然后呢回答一下大家读这几个 notebook 的一些问题，好吧？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今天有点